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，由网红凯凯和于毅组成的胡闹一番，近来加盟新东家，以电玩为灵感创作新单曲 Nana。于毅笑说，他们发现许多在电竞世界里的英雄豪杰，在现实生活中都羞于追求心仪的女生，因此希望藉由这首歌鼓励他们勇敢追爱。胡闹一番也结合玩电竞获胜时拍手挥臂等庆祝动作，编排一段洗脑的胜利舞。拍摄 MV 过程，凯凯坦言自己相当紧张，因为是今年第一次拍自己的作品，而且主唱的位置我还是新手，再加上这部 MV 收视很多，我每天都在家里照镜子练习。一旁的于丽随即爆料，他连在发廊都在练习。至于热爱打电玩的两人，有无在游戏中把过妹？凯凯笑说，我觉得玩游戏大部分都是男生，如果出现女生应该都是 XX 萌妹。看到众人傻眼的反应后，凯凯赶紧解释，就是用变声器的男生啦。我曾经有一次四人组队，队上有一个女生，大家都送武器给她用，结果快死的时候她把变声器关掉，才发现她是男生。我隔天立刻上网买了一组变声器。胡闹一番推新单曲 Nana 呢？上情娱乐提供，胡闹一番盼藉由新歌鼓励男孩勇敢追爱。上情娱乐提供。